番茄肉酱意面是很经典也很受欢迎的一道菜，简单快捷，味道也很不错。烧一锅开水，放一大勺盐，让水像大海的咸度一样，否则意面会寡淡无味。另起锅，一点橄榄油、蒜米和洋葱丝炒出香味。牛肉末要选择带一点脂肪的，口感会更好。用意式的番茄酱罐头，能使肉酱的风味更接近传统意式肉酱。撒上一点欧芹，一道简单经典的番茄肉酱意面就制作完成了。番茄炒过之后，味道更加浓郁，和有蒜香的橄榄油融为一体，使得在意面之上构建了如此复杂又平衡的风味。